好像是来了，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是要来了？我们说什么？我们一起。今天穿的一身黑。哪儿呢？那儿，来拍照呢。我下，因为我这太暗了，真的有点暗。那这个怎么调亮啊？这个，他等一会儿应该会过来。也是没有看到黄景瑜吗？就是。哎，过来了，看到了吗？走完了，来了。妈呀！看到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看大家没有白等五十分钟，被大炮哥哥。真人好帅哦！对，真人真的很帅。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真人真的很帅。二四粉丝回来，你说二四，怪不得看上去就很年轻。其实我的歌能再长一点。看一下我的镜头，后面让一下，后面让一下。92的，24吗？92的，帅不帅？差不多都92的。哇！别弄，能不能帮我截个图？算了，我自己来截图吧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那我这边要，那我这边看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对，非常赞。好，对，好，脸稍低一点，哎，对，好，对，好，很赞，很赞，非常好，谢谢。对，哎，能不能稍微往前来一点，就那块有个光，对，对对，这儿可以，这儿可以，这儿光太强了。相机的，可是我现在拍不了。快进，不要笑了，让大家等这么久，不好意思。我最后拍过是好的，就上一点。好，我等一下帮你们看色号。我记着了，你们记着啊，是那第几排来着？红色的那个。啊，你们说记着他摸过的那一只吗？对，买了买粉丝，粉丝说，既然我让我爸看色号。现在他在旁边去了。侧脸，看一下侧脸。是不是拍的贼好瘦，我觉得他脸特别小。
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那个白客，那个万万没想到，我不知道白客长啥样，万万没想到你看没有。那你们给我评论一张他脱衣的照片呗，你们说他身上有肉。腿好吗？看啊，你们要舔腿吗？感觉有机会来堵他的。评论你们给我贴，等会儿贴在微博评论下面，给我私信。都已经算老外悄悄的了。坚持说当天有礼物的，就是送给我礼物的榜一，还有两个随机问答的礼物。今天在直播当中会送出三个礼物给大家。真的没有人想看的摄影师，要不要看手啊？我知道你们粉丝啊都喜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。好，然后看直播的朋友们记得也可以稍微关注我一下。对，就一直拿着各种 logo 看，然后各种化妆品拍，好乖呀。然后他刚刚还拿着那个就是那个红色最红的那个口红，然后问人竟是涂在嘴上的吗？特别的萌。你是小布吗？对啊，像有粉丝说我们俩是不是挨着，出声评价了是吗？那你和小布是不是挨着呀？哎呀，有正脸哦！耶，呜呜，来喽来喽。角度可以看下颌线，看背影嘛。粉丝疯狂了，你们听见那边的欢呼声了吗？好了，他现在已经去另外一边了，不好意思给你切到了我的脸。我过不去了，保安哥哥把我们拦住了。今天的直播哦，走啦。挺够的，他现在应该走了吗？还没有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来了。我等一下，他等一下要是过来，我就喊一下他，看他能不能看镜头。现在直播呢，快到时间了，因为他
这个角度绝了。今天给大家直播了一个看这个小时的时间，最后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直播到1个小时零10分钟吧。然后现在你们羡慕那个给他整理衣服的姐姐吗？随机抽出的呢，可以直接私信我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到我的微博。这腰真的很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你电话，然后比如三份礼物呢，会直接快递到你的家里。是哪了？哦，在那边，就是在那边。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是要往这边走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突然之间活动，这是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保安哥哥有点生气了。哎呀妈呀，换个手。妈耶。姐姐来来，好会。超辛苦。要不然我等他，妈呀，累死我了。稍等一下。好了，走了。